我是宋智孝。 你好，智孝，欢迎。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中文说的真不错，很饿，很饿，饿就对了，饿来我们这个节目就对了。你和姐姐认识吗？你可以叫我帅哥。 帅哥，嗯，对，帅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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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谢谢谢谢。东东哎，东东哎。东东哎，什么？东东哎，什么意思？东东哎，什么意思？呀，好。他说你长胖了，啊，长胖了，真是坏人。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新的梦想，走，开始。我让你赢。一个，五。我们这个对，既然这个智孝来到我们的穿越厨房，我们可以换个地方，好吧？我们先聊一聊智孝最记忆深处的、心灵深处的一些对美食的感受。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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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个地方聊一聊。是是是。他的朋友家里吃牛肉，够，打了五秒了。吃什么？屁股相当有劲儿。好，欢迎大家到我们优酷观看这档用美味感受生活乐趣的独家播出的节目《穿越吧厨房》。厨房，厨房。智孝是在韩国非常有名的演员。你知道浙江卫视也有一个 Running Man。哎 ，Running Man， 我们老二也去参加过两回。龙套剪刀布。你知道你在中国有非常多的粉丝吗？되게좋게봐주시는것같아서씨씨에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太谦虚了，太谦虚了。我觉得应该的，我觉得应该的，应该的。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看这眼神，看他这表情，有点不对劲。隔着一点距离还看你很美丽。哎呦，又来了。哎，首尔是你的故乡吗？제고향은서울은아니에요저는호항이라는바닷가에서태어났어요不是海边哦海边城市是一个度假的地方吗거기가해가제일먼저뜨는곳이라그래서호텔곳이라는最东边哦所以那应该海边城市应该有很多好吃的海鲜对不对海鲜엄청많이먹었어요我呢生长地方有很多外国人他的名字叫이태원이태원啊对离太远이태원啊就像我再提醒你，不要轻易上三当。他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冲你来的啊！因为我喜欢，他是骗子。皮冰棒，嗯嗯，你说你老家的事儿，别说人家里的事儿。又来了，我喜欢什么我就能吃什么。哇，你大爷！李大爷，这个是他大爷，对对对，对，我是大爷，他是李大爷，李大爷，智孝内心深处的灵魂美食 Best Three 啊，呀，到底干嘛？都在这伺候吗？来，酱盖，酱盖，盖。厨男们会不断地提出问题，如果女嘉宾回答是，黄磊接受托盘惩罚；如果女嘉宾回答不是，胡海泉接受托盘惩罚；如果厨男的回答是错误的，也将受到托盘惩罚。哎，你看啊，咱们这熟悉的老朋友啊，最跟他最熟的是你们二大爷，二大爷最熟了。
内脏类的吗？不是。我的妈呀！不是。不会吧？我快晕过去了。好，提问题是吧？智孝以前有过两个月只吃什么的经历？那这不用说了，肯定是一种食物了。对。我觉得因为作为女明星，要么就是减过肥，要么就是为了保持身材，只吃的东西是水果吗？吃的东西是水果吗？来问一个，好，等一会儿啊。好，还是要问一个，是蔬菜吗？是蔬菜吗？你以前两个月只吃的是不是水里的东西？不是。不是。我希望我的牺牲不要白付啊！我们几个大侄子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啊！这个食物是不是韩国菜？是。是是是，你废话，韩国菜吃两遍，吃两遍，是啊。那么有很多韩国人，他们不吃。还一个韩国人，在韩国待两遍，吃的是四川菜。我打不死你，我。有可能是属另外一个国家的意思。对呀。제가힌트를좀드리면他给我一个提示，提示啊。한국에서소주랑마시면찰떡궁합인음식이에요快抢答快抢答快抢答来了吗什么抢答炸鸡什么炸鸡炸鸡对不对不是不是对不起，我以为是吃烤肉吗？不是。抢白，好，抢白，好，猪五花肉，是。제주도에서하는음식점이생겼어요한서울에김치를구워가지고이렇게딱곁들여먹으면진짜너무너무맛있어요就吃烤泡菜그래서하루에두끼를두달동안먹고그리고한3년동안안먹은것같아요但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他能吃两个月的那个烤肉店在哪个地方因为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美食喜欢吃的人对我想去韩国的时候可以去吃一下是什么店呢我也想去我也想去我也想去그집이없어졌어요이제直接回去麦克在那憋了半天麦克在那憋着想怎么人家就把这话看我眼神，我一挥手就砸了。创造美丽的火花，让我们的 feeling， 你还在说像打仗？不是，这是谁？这是谁？好冷啊！我们刚才说到，他说吃五花肉配烧酒，所以你的酒量应该还可以。좋아요，可以。对，你们有喝的完全断片了？断片有没有什么喝完之后突发事件之类的？啊，엄청많죠。经常有，各位啊，来，我们再看看智孝的下一道题。OK， 有一次智孝在朋友家吃到特别好吃的酱牛肉，最后用什么打包回家了？缩小范围，等会儿啊。